点棒棒啊！这边有一个国民老师，还有亚莎，棒棒，接着两个灯全亮。好可爱的双胞胎，一定要给他们过的啦！可是这么可爱的双胞胎，你怎么忍心到最后一刻才给灯啊？没有没有，其实我一直在等，我能不能比莉亚莎更晚来爱？因为我发觉说，哇，实在太晚了，实在。我要比国乐老师更晚。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陈飞老师，他还没等唱就亮灯了。是，为什么？今天是来评舞蹈的吗？没有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他们还没有开唱我就按，因为很多东西像艺人呢、啊，有的时候你看他一眼不用看，你看到一个影子就知道他是不是个艺人。你是看到影子就开枪那一种人吗？他们两个默契非常非常好啊。是新加坡海选的，我是评委，不好意思。好不好？我必须说，乃哥出品必属佳作。哎呀，这个真的，对不对？恭喜过关，谢谢。